我们机场的衣服，实话说，实话讲，挺丢人的，不敢抬头看别人。下次我是弄穿，在就是过安检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说，我们说这是最后一次，不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这有我们的粉丝来送机来拍照的吗？路人也拍，不知道我们是谁，路人也拍。这几个人什么玩意儿？路人。完全不知道我们的路人也拍我们，所以我们说下次去机场，我们想穿什么穿什么，让经纪人穿一样的，这样就好。不是经纪人一起穿，我们不穿，只有经纪人穿，经纪人穿一样的。